常的光滑，可以反射的光，让自己的体温不要升高。不过这另外还有呢一种是可能比较粗糙的，上面呢可能还会海胆自己抓上去的哦，你是自己把它抓上去的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海星，来，海星呢它上面这五根的手腕是它的腕足，并不是它真正的脚，但这些腕足下面有一根一根细细长长的叫做腕足，这些管足呢才是它真正的脚哦，而且这些管足有细度的，你常常会看到海星趴在